清宫手术需要休息多长时间？主任医生特邀专家宋迎春，西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清宫手术主要是用来排除宫腔内的一些病变啊。第一个最常用的就是妊娠物的一个残留啊，我们把它清除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出现了这个子宫内膜病变造成的一个异常的子宫出血，然后把内膜清除以后，用于止血等这些情况。手术并不大，但是呢，因为都把子宫内膜从宫腔内去除，所以呢都是有损伤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内膜的在修复是需要一个时间。一般来说，清宫以后一周以内都会出血停止啊，都会出血停止。如果出血的时间超过了一周，这时候就要来医院进行复查。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清宫以后至少休息一周以上，一般建议一到两周。